想了好久，我好像真的从来没有认认真真跟 Kitty 说过我喜欢她，所以我想用这个特殊的方式跟她表白。Kiki，Kiki， 你出来一下 ，Kiki， 对不起 ，Kiki， 我在外面。你在搞什么 ？Kiki， 我跟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没有你的生活。虽然说我们只在一起的时间不长，但是。不，我一定要说，我现在就要说，我们从认识到现在，我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，想跟你有以后，想跟你一起去看更多的事情，我们一起去吃蛋糕，一起去玩游戏，我也想跟你一起去有自己的家庭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不想和你分开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现在可以对全世界说，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我想照顾你一辈子。爸爸，你等等，你先不要告诉我。当我的女朋友吗？答应他，答应他。那我们待会就到一起了，就分不开了，锁住了。我是踏风雨兼程途，今日莫不杀，穿越人海，只为啊。你要买啥呀？其实大妈妈带我来逛超市。太居家了吧，这些你能喝吗？你记得你上次吗？对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这是啥？这个我看一下，你看得懂吗？我肯定看得懂啊。好了，啥说了，就是知道吗？你来搞笑。5.3度你也喝不了。这个呢？这个你可以，这跟饮料一样，它的度数应该比那个要低一点，而且入口也会比较顺滑一点点。哎呦，还懂得这么多啊！大学专业学这个，呵呵，都懂一点点。哟，好厉害哟，都懂。哎，都懂一点点而已，也没有什么，没有我不懂的，你随便问。那我问你，嗯，你谈过几个女朋友？老实回答。两三个吧。两个半，两个半，有个家你介绍认识的，那个算半个，就见了一面，吃个饭而已。啊，怎么了吗？不是要买东西吗？弟弟，怎么啦？又生气了？不是你问的吗？还没生气，你听听你说话的语气，别生气了吗？没生气。那我问你，你谈过几个男朋友？5到10000个。你再说一遍。5到10000个。5到10000个。对。